2024年9月17日，今天是礼拜二哈。啊，今天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差不多是侪云到好天啦哈。啊，这个北部的所在呢，有局部短暂雨。啊，其他的所在啊，这个叫做嘉义以南过到过了后哈，啊，我们要注意啊，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故你走到8月15日，咱啊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6度到34度，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咱还是来加看新闻哈。我讲起来，你个计划差不多哈，应该是未讲过落较掉嘛。以前，但是吼，他对我变来吼，我桥多啊吼，黑日头拍了吼，我这。这像电影吼，啊电影这拍的吼，一唱的，对，我头伫外口，日头就真正，真爱听啦，我那日头还遐强啊，那就大自然在整个天气大变迁啊，起码咧变啊，拍你讲的真爱听呢，对，我感觉世界问题怎么搞，哈哈，还在讲事，讲事啦，所以你后来有感觉。我是感觉讲，这个中秋节这段期间吼，秋天这段期间的历史的意思根本那个作业没啦。你讲，将来个人民烦恼上侪，迄正常啦。我唔喜欢，我只咧讲讲靠，有点头靠正事。秋天就爱中秋，咱刚刚是唔是像啊？你讲讲吼，中秋节过了后，诶，阴暗时也系咁卖定。其实你是拢个是热啊，你是啊，拢个是热啊，比较高热啦。你拍到手吼，手个上衫吼，上顶的吼，迄顶的所在拍到吼，好规落个擦。以前到中秋的时阵是暗时啊，会继续凉。哎啦，那凉啊，你是嘛无热到这个程度？我感觉拢差不多济啊。其他做热，我今日富贵人山冇讲听。你今日富贵人山啊？富贵人山都看啊，看迄个啊。你阿中秋得啦？看仙人啦，翻翻地界做仙啦。我以前看地界做仙咯，我用手都唔认得。就出落喺度，高落喺度啊！莫怪讲咸巴嘅人讲，即系通价起来讲越嚟越少。前日拍到一巴落，前日停。哎呀，好，一两个，即系我谂谂啦，重新一段，我哋外口咧做起来吼，而家较注意，得注意，得注意，爱交加过，对，来，另外，咱啊，近年都去讲到天气啊啦吼，咱就来个补充一下气象报告吼。你讲咱台湾即马附近的风台吼，有看到一篇报告吼，啊，即马说盘无去呢，但是听你讲另外迄个苏力吼啊，马龙要形成啊，啊，搁有葡萄山，这个葡萄山这个风台吼是对咱台湾的北部经过啦，啊，那苏力是对咱台湾的啊，这个南部才经过吼。啊，这个所以吼、哦，有可能吼、哦，小林山有几啊天的雨会落啦。啊，这雨落应该是种局部啦吼，因为这个风台吼、哦，不管是苏里也好啦吼，啊是这个所谓的葡萄山也好吼，这种离咱台湾有一个距离。所以吼、哦，虽然有雨水，但是迄雨是吼、哦、局部吼、哦，啊唔是全面性，啊嘛唔是落足大啦。但是小林山有可能会落几啊天啦吼，这个人听众朋友做一个。安尼另啊补充的报告吼，这个雨了一阵哩，还有当时啊，这个所在，那讲这个所在啦，伊当时来讲，那些塘沽在咧落雨啊，阮东势区遐土下打打打，被塘沽落雨，落雨啊，啊有时啊塘沽都徛死啊，你讲咩？哎哦，阿顺没穿雨衣，娘个徛死，个无啊？嗯，这样越天气就是安尼啊。啊，这个乌云够对答，啊，雨落落够对答，安尼啊。嗯。来，咱最近拢有听到这个刮文天吼的新闻啦吼，啊，较薄了底啊吼，啊，也无进电啦。啊，今仔日上新的就是这个刮文天因某带一堆这个妇女朋友去到吼台北看守所的大门底啊骂骂号啦。嗯。讲吼，祝伊中秋节快乐啦！啊，讲伫外口会单立出来啦吼，啊，会想尽办法帮这个刮文条吼，啊，洗清冤枉安尼就对啦吼。这是咱看到上新的，今仔个中秋节的代志吼。
啊，鼻口罩拢咧讲白贼话，啊，迄种骨都牙，遐尔那明显啊，就对啊，伊家己嘛讲伊道理啊。嗯。啊，你做人个某囝人，你就是选择点点嘛，唔通阁继续白贼落去。你啥物要甲洗手玩，洗钱玩弄，啊，无人去甲玩弄。啊，恁挂问题，恁提来迄种型的人，会感觉叫玩弄吗？嗯。无甲玩弄，你甲讲到是话，伊就正正无正个吼。嗯。迄阿妈本身比人较大个。讲是个歹听啊，伊较会用迄个玩弄着啦吼。来啊，另外，中秋节咱能甲看一篇吼，即、這个社会新闻。啊，即、這个社会新闻，即伫咱台湾吼，足少发生啦。啊，但是偏偏是发生呢。即篇咱来甲听看嘛，到底是发生靠什么款的代志吼？即讲伫嘉义啦，有一对即个姓李的母仔囝啦，讲迄关系。应该真无亲啦，真唔是真衰啦，真疏啦，真疏远啦。啊，做老母的人认为讲做后生的人就对啊啦，藏伫厝内面吼，一批日本真出名的这个红阿菜啦。啊，这批红阿菜的名吼，听讲吼已经绝版啊啦。嗯。伊个名叫做进击的巨人啦，好嘛，嗯，系啦，即部红阿车啦，因为拍成个做上电影，拍成电影阿妈好做电视剧，阿妈做漫画，进击做巨人，啊，结果做妈妈的人看后生蹲一堆车，蹲一堆红阿车吼，愈看愈袂爽啦，嗯，啊，就用即个讲食啊啦，胆气啊啦，嗯，做理由大家吼边边处理，边对粪扫车处理就对啦。结果后生一个回来而已，看无伊心爱伊家己收藏的一批红仔菜无去，好气一个啦。后手知影讲因老母家吼摕去拼伫粪扫车，甲拼掉啊，单甲告对法院，告因老母，告因老母就对了啦。但是检察官去接到这个案件，认为讲啊这妈妈后生这为着这个代志，啊告甲对法院来，这真正吼。传出嚟歹听啦，歹看啦，即个后生问题。系啦，阿德吼，如果要来做一下吼，无求我老大吼，要帮迄个妈妈甲后生两个人替因和解啦。嗯、但是后生都袂爽啦，伊就坚持要告妈妈啦，要甲告就对啊啦。阿无我讲，你要甲告的人，若是要告，当然得法院检察署得爱受理呢。嗯、啊后来吼，家己得法院依照吼。犯毁损他人物品罪啦，大判做妈妈的人爱罚金5000块啦，爱当吼去做劳动来换罚金啦，吼会当做劳动来换罚金，比如讲个扫地扫几工啊，都唔免个再罚5000块啊啦。嗯、这个亲子冲突，这是家庭生活当中时常看到的现象呢。啊，这件后生坚持要告老母的事件，就对啦，检察官打算要甲因做和解人啦。啊，开庭的时阵，因老母拢无出庭啦。啊，检察官就甲做后生的人讲安尼啦，恁妈妈就拢无出庭无吼，等后头还过来讲啦，等恁妈妈出庭出来，再过来讲安尼啦，再过来开庭安尼啦。希望母子两人会当对话，爱来修复关系。但是做后生的人，伊都真袂爽，伊就讲我袂愿和解啦，我就是要告阮老母告到底啦。啊，根据了解，今年28岁姓李的查甫人，伊收藏了真侪红仔册甲杂志呢，除了房间诶册以外，就对啊啦，迄册甲讲蹲甲对对呢，蹲甲对即个楼梯间啊吼，楼梯间啊遐也拢摆甲一堆就对啊啦。哈密大社会今年61岁，妈妈认为讲啊厝的空间。啊，拢互你只个车订还去啊！啊，你这坑这车都坑袂落啊！啊，看因后生这种的做法吼，佫无改进就对啊啦！啊，见后生安那处理，因后生嘛唔处理啦。大伫今年的二月车来，记得暗头啊5点外，因妈妈无得到后生的同意呢，家己认为讲啊，只个安那车吼，进击的巨人总共有32本啦吼。啊，这是专科是34本，啊，伊三收32本尔吼，佮减2本就收掉啊啦吼。人民讲啊，讲吼湿啊啦、淡啊、全部都啊吼啊，佮牵掉就对啊啦。啊，后生回来到厝了，发现就讲收藏的红仔册，我边掉啊，吼气一个就对啊啦，气一个虽然还佮减2本啦。啊，有一挂吼，迄、那个有一挂内面已经拢绝版啦，无得吹啊，就对啊啦。啊，所以伊当我教授去告伊妈妈。
啊，伫咧精神的时阵，伊妈妈承认讲有甲因后生的翁仔找病掉啦，嘛表示讲愿意甲因后生和解啦。啊，这个检察官因为讲吼，啊，后生就坚持要提告，单从伊妈妈提起公诉，家己地方法院跟伊的法庭心理认为讲吼，做妈妈的人应该尊重后生对于所有的物件的权利就对了啦，所有物的权利啦，袂当大主大义恶白来啦。啊，所吼所为吼啊，所做的袂当尊重着后生的财产权，所以妈妈吼有意思要喊因后生和解。啊，但是因后生唔爱和解呢，因妈妈嘛袂当来赔偿因后生的损失就对了啦，可能的缓刑手段吼真轻微啦。啊，废弃物品的介绍嘛唔是足悬啦，单判罚5000元会当上诉。啊，所谓的这本正经的古人啊，奇人就对啦，阿阿车吼单行本伫全世界讲吼啊，未超过1本啦，1本就对了啦。啊，这个伊万家的红阿车的市场的行情吼，那伊汉文版就对啦，砖头是34本啦。啊，原来的介绍吼，啊，这头是3000多块啦。啊，但是今嘛已经吼，听你讲讲今嘛规套啦，收甲全就对啦，已经吼有50000块的价值啦。啊，另外这件代志发生了后，咱有看到咱台湾一名，我那正出名的这个漫画家啦吼，伊讲吼，伊安那讲呢？另外一个正出名的德元创作人叫做吴祖焚啦，伊的笔名叫做吼丁真啊，这个丁真秋啊，丁真秋啦，丁真秋啦吼。讲高中的时阵，伊毛收这个啊放假啊车呢，啊嘛，互因老母甲生意拼掉，全部拢甲拼脱工呢，互伊气甲下面老母安尼无讲话2年就对啦啦。啊，对着家己即阵妈妈从后生啊车拼掉吼啊，正直的巨人。啊，结果被判吼啊，罚5000元。吴祖焚认为讲这个事件吼，唔是牵了红阿车，遐尔那简单的一件事件，显示讲这对吼妈妈后生之间吼，一观念差了上大。希望这个妈妈后生会当对中吼啊，增加互动共同来做成长啊。吴祖焚咧讲讲，伊当年的红阿车吼，是用伊家己的所谓欠钱买来的啦。啊！发现被因妈妈全部拢牵掉了，气甲2年拢无含因老母讲话啦。心肝头咧想讲，等到我有才调人去食道路趁钱的时阵，会搁再买倒转来就对啦啦。啊，我要买精装版啦吼，放伫吼厝上盖吼，遐北个所在，互因老母看做袂爽安尼啦。啊，即卖已经大人啊，啊嘛做人的爸爸的吴祖焚咧讲讲，那红阿车，这是囡仔吼用爸母和伊的所费买的车呢。这个是属于囡仔的物件啦，就算讲老爸老母反对囡仔看红阿车啦，嘛得爱去啊沟通一下，去对话一下，来讲好清楚反对的理由，而且唔是用权威的方式将囡仔物件拼掉啦。咩啦讲，都一个人都人些兴趣的感觉无同啊，啊收集的物件无同啊。啊，若像这个头阿咧报的这个囡仔，伊唔是干那收禁止的罪人者呀，伊收在足个种的咧。我这个人唔，我开工出来，对，我收啦。哦，是对啦。伊个房间啊，佮收个空个楼梯处啊，对啊。对啊，拢讲东家拢讲是嘛，但是这个收装这个册本吼，爱注意，就是讲这个册本内底其实足个米拉什么细菌啊。哦，册本这种物件，册本你看，哎，用呀。对啊，你若收啦，啊。对，你若无阿封口，还是安怎样啊？吼，啊，政治的巨人，这我阿看过，我看几遍啊，尔吼。但是我是看伊中，因为一集一集的啦，就是红阿车安尼一本就爱一集一集的。伊就是咧，主要咧讲的意思，就是咧讲，这个未来啊，有一个这个迄个人类吼，因拢生伫三多圆箍仔的围墙围起来，诶，城市内底。那个城市偌大，那个城市大概差不多台北市啊大呢，就对。啊，四周围拢做非常高的墙啊，安尼围起来就对啦吼。啊，像那要围墙啊，因为迄个时地球出现着一种会食人的迄个足大汉、足大的巨人就对啦。迄个巨人非常的大，啊，伊的迄个就做啥呢？会来攻击人类啊，就对。啊，人类就是靠这三座墙啊，啊，维持因伫内底的生活100年。啊！100年后，这个巨人又会出现啦。哦，所以因这个城市内底的中路就甲因讲讲，100年前人类就是去哦，这个巨人攻击，啊了后，即嘛全世界存难尔，存难只人尔就对啦吼。
啊，来就是后来有个真正发生着这个巨人出现啦。哎，就是讲，就是讲啥？日本人啊，日本人喂。刚才日本的迄个红阿车够多。对对对对对啊！日本的红阿车，你世界是有名的。啊，所以咱台湾吼。咱台湾为红阿车人，当然咱不是为红阿车，咱对这红阿车不了解。敢那日本的红阿车一年当替因国内赚偌济钱，尤其是讲徐俊咧，啊，讲徐俊，而且为日本带来咧相当大条的经济，的效益。啊，咱台湾为红阿车人就对了，请万分这个国民党政府，因为当时咱台湾有真济作家，迄当时日本。怕输了，等于吼，退退等于日本了的时，其实伫咱台湾已经栽培一批吼，未少的这个写日本的作家，含这个为日本，算台湾人，拢算台湾人，为日本的红阿车的这个下高人对啦。啊，这批人就是后手叫国民党政府来全部拢封杀掉，讲恁写日本的什么货，大行拢未使，日本的这什么货拢未当对啦，全部拢封杀掉。啊，无那伊因咧讲吼，讲那咱台湾为红阿车的东西，然后佮继续前进落去吼。咱即卖袂输日本。我最近有看过几种小马，什么棒球啊，什么回？啊，咱最近那较出名的，那个诸葛四郎，那个什么？诸葛四郎啊，对啦。啊，谁？我那个曾平啊，他就是曾平。曾平那个什么对啦？曾平。啊，为了什么？为了棒球，为了小马棒，什么棒球，什么一个名？有这三年，我用我想无。我迄阵啊，读册时阵是买一套迄个，就做啥迄个？因为我未记伊个名啦，吼啊，伊个就是一个，不是，伊个就是啊啦，就是一个咖啡厅嘛。啊，咖啡厅内底有一个打工的，迄个就做啥，迄个公公独生嘛。就是做囡仔，就咧看咖啡厅啊，工人。无啊，迄是切，迄是切啊，因为啊，主要是迄个公独生哦。徛是在日本放大当年机枪，放大当年机枪，对不对？对。啊，这个光独生上班的这个咖啡厅，除了头家处理引导以外，搁再来就是啊，那就是两店来了，这有一个，这个就做卤店员。哈哈，哇，锅水你都不知道，我就夸他讲以后咧，以后我咧传一枪。啊，我对当年机枪也未，就是对这部车来。哦。就是我围起来吼，我感觉讲，人家日本人咧围唔是安尼讲，伊迄台机车吼，虽然伊个围机车不过是配件尔，但是伊个机车构造到啥物物件全部围到有够水了对，还围到，所以说以后我特别伫咧想，我以后稳啊买有一只。当年机车都对啦，吼、嗯，安尼就对了。所以，不然还大起来，你本来真正去买当年机车。啊，大起来有啊，万忙啊嘛。其实我高中就买当年机车啦，高中读了这中营的时阵啊。我一上高中，当年机车。迄阵叫台拉车，迄阵叫台拉车，无牌，迄个无东西，咱就袂当进口当年机车。到国民党政府就不准进口啊，家己做主人啊，做样了呢？做样啊，车经理。喺那高中咧，徛喺台，已经还冇到陈台湾，已经差不几岁啊。喺停伫迄个东安戏院内，迄个停车场内，即读中学拢知影嘛，拢骑斯柯达，斯柯达拢停过东安戏院迄个、迄个停车场，较行路行未去中营诶嘛。啊，就停伫遐咧，足明显诶啊，规排拢斯柯达扑者，全整是原地啊，迄块。迄款就是我一只，另外一只放大当型的，就是遐吼。我之前我所无讲，啊下课的时阵，大家拢会安那对学校头前紧冲过了，对啦。哦。因为咱教官拢徛伫遐嘛。系。嘿，啊我就安尼按，头先按嘛，啊我先按，我教官就讲讲你点样啦。教官就讲嘛，啥事哩？哦，对唔对？咱台湾外人啊，车人嘛，真多啦。你像咱拄只网络朋友嘛，我咧讲讲迄个刘新清无？嗯，好好好。哦，迄个刚才先像，咁是咧？有只牛哥牛嫂，都为机器人诶，迄个啊？啊，唔是牛哥牛嫂吗？我唔知啊，应该。哇，这种啊，我来较无咧。系啦系啦。我台湾咧种小日本诶，拢日本人啊，真出名啦。尤其是咧为查囡啊，吼。哦哦哦，真正。我那心目中上，哎呦，有当时啊，常常为啊呐，要穿个短裙啊，小褂，走是短短啊出来。啊啊啊啊！是啊，我们刚才最近的提高啦。来，进攻者，进攻者啦！来，咱进攻者是个对，等下，咱刚刚讲啦，你偷别人的物件吼，拢未使凊彩到处带，你就人偷格掉啦，爱经过人的同意就对啦，哈！好啦，进攻者来。
哈，嘿，有阵啊，诶，拖地板哈，脚趾头拢未硬，安尼啦。哦，脚哦，算讲压未落就对啦。压压落骨会足酸足疼。是是是。那我嚼两罐了后哈，就感觉有未疼哈，但是这个脚趾头是无啥改善。啊，林小姐她讲讲继续嚼，我去嚼两罐哦。我想要去拖地板就会压啦。哦哟，容易容易容易。哦，安尼啦，啊是讲哦。我是讲过过再叫，安尼阿伯再去提三罐呐。哦，啊你你的症状带偌久啊？嗯，你这个有点吼是真久啦，啊但是是以前是偶尔偶尔嘛吼，无足常听，啊像最近吼，是较常常安尼夹起来听安尼啦。哦，最近这落雨天气敢有差？应该是无啥，迄时哦，过个差不多两三个月前吼，就较常起来听。好安尼。啊，这拖地板吼，是咱人阿妹吼，哇，真听到嘿，啊，那这坐起来，哎呦，那路啊吼，安尼，来吐了，啊，我故乡了了水。哦，出来阳光呀，那个对啦。反正没事，别进到新楼啦。啊你好用习惯过，现在规个改善到足好势了。我是这阿是会阿。嘿嘿嘿。啊会啊哦，是咱咱要坐坐椅啊吼，本来坐坐椅啊坐落吼，坐袂起来，唔是坐袂起来，坐落来中间是咱会硬会硬会疼咧。哦咧哦，哦啊即卖咧，啊即卖一坐就一坐啊。哦一坐你啦，哦安尼甲你恭喜，安尼你体质袂歹，当食四罐尔咧，食四罐啊咧。有阿沈沈太太，你这即卖来食完这症状来改善了差不多吼，那你就让他改落来食保养咧。保养，哎，继续甲保养落去，哈。哎，我唔去做肥咧。哎呦，身体健康上重要。啊，我是比较瘦，要做三十分钟起来。安尼吼，会啦会啦，身体啦健康要碳啥拢有，好，是是哟。啊，阿弟，阿贵，我不出哈。我家好，我是甲恁家姐讲好。感谢阿弟。好啦，真感谢咱雄起大爱，取得台湾人苦乐不会寂寞哈。啊，全部是咱信南公司好友，咱独家所提供的啦，哈。啊，当然啦，咱信南公司也主力这些产品，就是咱石头山嘛，哈。咱这个大姐咧，甲咱做见证嘛，是讲的是石头山哈。啊，伊食提起咧食料啊，对哈，对这个筋骨弱啦，本来拢未硬，拢未硬了，对哈。啊，今物来会较好势啊，对，食四罐尔，所以感受真紧了，对。啊，所以这每一人每一人这体质都无同款。我食许多酸，食两三罐啊，三四罐来，中间伊会感觉讲，哎呦，我差足侪啦咧。对这身体是感觉讲，哇，即马几好足侪啦，健康足侪了对。要有的人，食四五罐、五六罐啊，也未感觉着对。这个是咱每一人这体质，同这许多酸接受度，迄、那个时间性的反应嘛，无同款的对。这不是刚才讲，这咱这许多酸这物件咧，咱普通一般来去食这个西药啊，哦，西药今仔睡觉咧，那明仔睡袂放。做些拢安尼也对，迄反应就足紧。谁食了，谁食一顿，食两顿尔，这又谁食一顿时没特别棒啊，就对啦。啊，伊咧食许多，谁食许多，有诶，把是拢无同款。所以咱人诶，这体质吼，一人一人无同款。啊，有诶食迄个汉力吼，把是同款。迄食许多，你食偌久都感觉有效啦，伊食偌久哦，还阁无效咧，安尼就对。啊，白白同款，你种白疼哦，同款食这种药啊哦，食入去了，一个人诶轻。进班，而且反应拢无同款，所以咱信任公司的产品嘛是安尼就对啦。啊，所以咱较有定一个时间，你想食咱许多山了对，咱规定讲，咱一个定一个时间是讲，你甲食三个月，上紧食三个月，上慢食六个月就对。所以伫三个月到六个月迄个中间，和咱信任公司吃优良的产品，改做身体上的调理。咱的规定是，咱不是讲规定，规定歹势吼。咱来讲，差不多甲台中比如互相勉励就是安尼对。因为我讲讲你食一个，食咱许多餐，你的体质比较较无同款，你接受度会慢。所以人家你食五罐、食六罐，还佫无感觉。哇、啊，你人家食三个月啊，安尼过去了，哎、欸，明显感觉起来。啊，有人家像他做在这个，阿三讲食四罐呢，属于感觉对。哦，食四罐属于感觉，安尼是感觉哇，身体好多侪啊，安尼。啊、所以雄狮的食三遍就是安尼吼，咱有这时间性啦吼，啊，所以特别直接去跟中心去跟咱讲一下，真侪人跟咱买两罐啊，三许多山去食的时阵吼，食了无过来买，遐有啦，这个表示讲伊食了无感觉个对，所以我要甲食人讲，给开啊，宽容啦吼，你继续食，有心要甲食咱信南公司的三遍，你一定爱有这时间，好难的对吼，安尼你才了解，你会记得讲，你会白听。甚至是十档，甚至是十二档，甚至是二三十档。后尾了，后尾为少年做啥囡仔，到个做阿嬷，
较食咱啥物食较好起来，迄看带偌久你甲想看慢。啊，迄种带遐久诶，即个病痛对啦，较有可能一两罐药、两三罐药啊，啊，一餐甲你念起来，迄个不仙丹个吼，何况讲世间你话无着仙丹，吼、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是咱家己爱去想。我的病痛，我经过了已经十几冬啊，我甚至已经十几冬内底，我唔得是咧，伊看偌济啦，汗汗唔得食偌济去啦，拢无效果。哪里食士多酸，食一罐、两罐、三罐都没有健康效。所以哦，咱卖有种想法，我们爱有时间性哦，调理起来哦，这是咱现在公司优秀的产品，无副作用的物件。何里要吃的東西就對了，所以如果你沒有了解，我希望說你可以打電話跟這些詳細詢問0800-058-668，这个电话是咱全国免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咱这嘛是出各位新生公司商品呢啊，十款呢，咱都加上。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请上款，咱买十款的朋友哦。那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精品地锅一支，你要精电风一台，精毛毯一领，这拢会用起。你要个精信山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安素、金立明、保顺健、喜乐新、软骨素。你要精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款，拢总会用起。一道精一行，为完食的第二个啦吼。啊，这个啊，同款，咱是厝买五罐的朋友呢，买五罐吼，都加上一罐以外，同款我后提供一挂精品，要来请上，给咱买五罐的朋友哦。咱这个买五罐的朋友呢，你也当个金啊，三件式的保鲜盒一组，你要个金保温杯一支，金白沙湾起个一条，金单向汤匙一打，你要个金五六支的洗头毛巾一罐，五六支的洗衫巾一包，你要金燕窝一盒，内底有六罐，拢总会使。咱一道金一行为完成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蔡秋凤《今夜又搁为你醉》。
感谢啊！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是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哦。来，感谢啊！阿兰哥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啊！来，这个来，咱们来个看一篇吼，顶一阵啊，伫咧选举的时阵呐，啊，不管是这个国党呐，还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吼，啊，三党互相底下烧崩了啦。甭讲什么人吼，啊，这个所谓的学术论文、博士论文，拢去人偷抄的啦。嗯。啊，崩家吼，实在真正有够歹看啦！啊，特别做一个政治人物，做政治人物，简单讲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做工过尔。遐人啊，在意迄张迄个毕业证书是要创啥？啊，你讲无在意吗？嘛，政府害的啦，政府就刚规定讲选啥，就爱换个毕业啦，要考啥物公家头路，就爱换个毕业就对啦啦。七母、八母、母家，大家都安尼创。这个今天给咱的新闻头版看的讲竟然吼，有一挂学生囡啊，读一个博士，读一个硕士啦，讲到爱我那请老师帮一下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啦、嗯。啊，这个上好笑的是安那呢？只吼请拍手写的学生囡啊啦，后手向家己也就讲哦，你这论文是家己写的哦，你这叫人写的哦。竟然甲问讲，啊！你论文的题目是啥物啊？讲未出来，讲未出来，讲未出来了。啊，后迄个论文哦，讲对头，到尾拢爱写英文呢。我那你要叫人写，你嘛家己先看了解。你买知影一个啊？你看起，然后嘛唔知影。啊，甲问讲，啊！你论文的题目是啥物名？伊讲我唔知啊。啊，甲问讲，啊！这对头到尾买那他是啥物意思？伊讲我嘛看无啊，因为对头到尾拢英文啊，那些书论文拢英文啊，有够咯。佮兼后为着吼，要写吼叫教授甲写一篇硕士论文，诶，女同学就对啊啦，同啊含教授去困啦，啊，含教授去困啊，那就对啊啦，啊，互教授安尼甲写论文，啊，互伊通过吼，博士，互伊过关，互伊硕士过关啦，这真正实在吼，一篇咱家听讲嘛，这发生伫高雄啦。你讲国立的高雄科技大学诶教授吼，即个叫做董慧卿啦。甲另外一名教授叫做王家南啦，涉嫌去共收钱，啊帮迄个读吼硕士、读博士的研究生吼，安尼去找亲手啦，代写论文去摕到因的博士的学位甲硕士的学位啦。调头地检署昨昏侦结了后，将这两名教授以贪污治罪条例，包括伪造文书的罪嫌来个起诉。两名学生囡仔嘛，牵涉到犯着贪污治罪当中的黑社罪罪嫌，被起诉了对啦。涉同这名的教授，另外一个对学生的利用伊的权势，含伊性交啦，被伊吼妨害性自主罪起诉，检察官吼求处缓刑，用安尼来台阶架构。起诉书指出咧，讲讲这名姓董的查甫教授，甲姓王的查甫教授，这是高雄科技大学吼专任的教授啦，是吼博士生甲吼啊硕士专生的资格教授，甲吼学位考试委员委员会内底委员，这属于刑法认定的授权的公务人员。啊，今即马这两个死啊啦。啊，起诉书咧讲讲董啊甲王这两名老师就对啊啦，吼、哦、真爱。钱呢？
啊，教着南面啊，学生囡仔就对啊，就底下吹俏啦。啊，分辨吼，第二空一九年啊，到旧年，一直到我今年吼，啊，交钱出嚟啦。啊，收到这个博士生吼，每一个人32万人，啊，硕士生每一个人10万了啦。啊，就去找吼学校的教生，啊是吼啊，就替人家啊。啊，包括吼替人家这个啊写习作论文的学生囡仔就对了，啊写写的，啊然后的时阵，佮经过吼因的算因本身就是吼指导的老师，佮兼考试委员会的内底委员嘛吼，啊所以要通过是真简单啦。啊，佮有查某囡仔为着要吼求一张习作论文、博士论文呢，都啊吼含查某囡仔安尼。去性高就对了啦，啊，当然检察官是用功啥呢？用功者的教授就对了啦，用宽恕去感性高，啊，对女学生存出了吼荣耀啦。啊，读书的这读家呢，你若讲啊，都足困难去讲清高去讲问 ，OK， 唔是，大行唔捌，啊，开钱开。博士一张32万，啊，迄个硕士一张10万，啊，写写安尼通过安尼，啊，结果人问讲啊，内面咧写啥物，我讲我知影。无啦，迄个教授嘛，教两弄，啊，你为着着论文这个物件，啊，竟然叫查囡仔来来含你困啊，哪会种种个袂哦？对啊，这个以后有看钱，有识看清嘛，无变呐。对啦，对啦，你来去谈啦，啊，以后就知啊啦。啊，我唔知啊。啊，所以拢就别啊。啊，所以拢好几群人害死啦，包括遐个民意代表啦，啥物红包代表是都忽然间都以前的各种比较尔啊，啊，做两日嘛，做两日嘛民意代表尔，忽然间跳高吼，无来国号啦，做两日，另外迄个民意代表尔，跳高变迄个读书啊，识书啊。啊，未来啊，佮包括今仔日发生的，这也不是第一道，这发生够侪道嘛吼。啊，所以未来咱啊，伫迄个啥，路啊，若遇到迄个人个小介绍，讲啊，着猫咪博士啦，猫咪叔叔，你会信任？你会信讲伊这个博士含伊个叔叔是真正吼，伊家己去写去考来的呢？嘛，用伊个讲靠药，反正你嘛是叫清手写，还是一堆人偷抄的尔尔啦？啊，有人咧建议啦。有人咧建议讲，这个硕士这个硕士的论文唔免写啦。啊，你都好读册读册了，都考试过就过啊。你叫人去写个论文，啊，听你讲好写一篇论文是真正要爱人的性命啦。讲干来去收集资料啦，包括写完了，迄凊彩无一两档，无半档一档经过。迄唔是讲今仔日咱个摕来抄抄看看，啊，你写两工啊三工啊，写写就写出来，唔知呢。迄听你讲讲不累到的，拢爱规半个月、规冬，靠我多人写完成呢。那个博士都教完了，博士是太多假啊，硕士都太多假啊，起码能够放宽的到点都规拢博士。无啦，你个看，你个看从开始爱写论文到这样子，差不多我咧想你想会到的题目，咱别人拢写过啊。差不多是安尼啊，所以自然你这边发生着啥物件，就发生着迄个了做。我抄你，你抄我。我抄你，也你抄我的嘛。啊，所以你就爱搁再提出着这个做啥？迄个出去到未来。从台湾的博士硕士看我这个，啊，这一瞬间真正，哎，大家话，会去看着别人写的，那个七到八到。这大学生哦，实在是可怜。大学生毕业光叫学士啦。学书啦，啊！你后你来先要写了，爱写迄个都识书啦，识书啦，啊！写涂料来，这个来变朴素啊，那个对啦。啊，这等于到底都，那个所有的碎话拢什么你爱读册啊？当好呀，好啦，好，来，咱来进广告哈，随个倒等来，来感谢。好啦，差不多咧讲到这个大学生咧教这个叫做论文吼，一般啊，你若无去装正的话啊，你就刚才做一个一般的平民吼。啊，做一个大学生啊，你找一份头路吃呢吼，这个论文我话无人去啊，你呀，啊，即卖你若中奖的时阵，人就去呀，你啊，你的论文，啊，这啊论文，我今未来你伫职场咧上班，你若伫遐操人讲我是识书的啦，我是博士的啦，搞不好偏偏职场内底的这一寡吼，同事，反正我来偷偷去甲你看，看讲诶。你的博士、硕士，我来给你了解，看这是不一样，不要去偷偷的钱呐。好啦，你来家己知，你这反正嘛，你阿咧小动了嘞。无啦，你阿较低调的，唔那上高，高文凭阿咧笑掉假假，迄类型的话，无人会找你的嘛。高主管呐。哦，啊，而且，即个重点是你囡仔，即侪囡仔要读大学，阿要变硕士，啊，论文杂志上人头前写，你只要超挂嘛，啊，但是你爱讲的比对啦。
啊，我来用两个题目给恁家打声一下，两个题目给恁下，保证这下有人下过。什么题目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无要终止一口话？哦，第二个就是啥？为什么无要开放八条红八条？你用这做论文来写嘛？这没有，这两个是列举了，你唔忙啊？好来来，掌声差不多，掌声好无聊，人民这个得，来来，感谢。大家好，我是谢中廷。咱即马所收听的是咱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工商社会，大家上班真无闲，加上天气阁遮热，胃口拢无好，真正唔知要煮啥物口食。蒸笼小馆推出简单阁方便的牛肉汤，会当做正顿，买当做点心。葱烧牛肉汤三包，清炖牛肉汤三包。孤落地卡金利汤三包，只要热小口饼的听众，搁再上葱烧牛肉汤两包，安尼总共十一包，才1380元，十一包才1380元哦，真方便。只要面甲沙沙的，牛肉汤你电锅甲吹吹的，做一碗香滚滚的牛肉面，方便搁好食。十一包1380元，货到付款。2973-0409 谢谢。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你敢知影为什么有性别平等教育法？因为要透过立法甲教育，教囡仔真正了解尊重双方差别，唔通让囡仔因为不同性别特质受到霸凌歧视。嗯，安尼是为着每一个囡仔，咱来打造快乐合适的优生校园。7月20-28日，在台北市华山1914文化创意商业园区，有性别平等教育第19年特展，欢迎关心性别平等教育朋友做伙来当老爷。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哦，收车有够忝的啦！哎，要不要来根烟啊？哦，不，你没有发现老李的计程车好几天没来排班了吗？啊，听说哦，是得了肺癌呢，家里全靠他在撑，现在乱成一团。我想我也来戒烟啦，也不怕再被客人投诉有烟味了。你说的很有道理，但是戒烟很难呢。哦，生活很难，戒烟不难呐。免费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绿色和平拯救公告特报，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公告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公告特报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绿色和平真实有感情。阮拢是伫遮在等待，予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一点。严管阮的心，听起遐遐为我听，看起你水气袂去。阮的情为何不值钱？因为千金变心心就滴，阮的痴情亲像纸只水，可惜我的车，别人将受气，我也是输不起。为何不值钱？因为千金
水，可是我在吃，别人享受甜，我也是输不起。只是不知为天天水。听众朋友，玉山湾曲歌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摄取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气花愈细愈健康，愈细愈健康。关键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79450799，感谢你。0800-5866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兵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咱即卖过当个节目现场，咱节目一开始啦吼，咱有缘啊，要来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回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这是咱邦桥林先生来点播中天君演唱《出外的音》啊。我不敢讲出嘴，忍受一切酸苦味，决心渐渐回去。故乡的妈妈真快意，如今他乡的路拄只到位。找头路无遐容易，有时感觉不如意，我犹原提出勇气打拼做生意。啊，谁人关心出外的囡仔？等待我赚较有钱，打拼事业做较顺利，我绝对倒转去。飘在异乡寒冷的暗暝，才深深感受着故乡厝内底迄份温暖的亲情。妈妈，请你谅解出外囡仔的心情。时阵心内郁卒，犹原不敢讲出嘴，忍受一切酸苦味，决心渐渐回去。故乡的心爱真怀疑，虽然他乡的梦也搁袂圆。我犹原躲着伊，只不愿无人看无起。有心要去做代志，就唔惊啥物。啊啊，谁人同情出外的囡仔？他乡的月无较圆，他乡的路无较平，靠自己的勇气。无遐容易，有时感觉不如意，
我犹原提出勇气打拼做生意。啊，谁人关心出我的囡仔？等待我赚较有钱，打拼事业做较顺利，我绝对倒转去。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这个现场哈，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啊，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下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拢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那那个看一个这吼，这人看安尼形容都好好，啊，就突然间安尼就无去啊哈。这是讲中华湾林家啦，有一个这个做便利超商啦，啊，这间超商呢，伊所在地还算闹区呢，哦，算闹区了对吼。啊，昨个下暗啊，惊传出讲有这个民众啊，全死伫这个超商的内底安尼啦。啊，咧主要就是讲啊，有一个姓王的咧休假，诶，消防队的人员吼，伊有那去超商消费啦，啊，了后转去坐单，咪咧怎啊？超商内底拢有迄个桌啊啦、椅啊啦啥。我们刚坐底下吹冷气休困啦吼，但是未使食薰豆影啦。好啊，这个罗德山呢，这个西红的休假，诶，这个个消防员啦，下暗八点外啦，坐伫这个超商内底碰一家，啊，发现讲头前这个查甫人哦，伊对面边也是头前呀，这个查甫头壳向后边倾啦。啊，人鬼啊，拢提伫伊个碰椅了，对吼。了对对对，啊，而且伊个真足甲看讲，哎呦！啊，这个人啊，除了讲这个了这衫呢，姿势拢无变以外，伊个注意看伊个目度，都无咧穿过，穿过，嘿，拢无迄个动作。啊，所以哦，伊就安尼，因为本身是消防队员嘛，我赶紧行过吼，啊，去甲看完下咧，才发现讲，哎呦，这个查甫人的身躯顶已经出现一个尸斑啦，哦，已经出现尸斑，就是讲啊，这个明显死亡啊，就对吼。啊，消防队的这休假的消防队人员赶紧报警啊。啊！警察人讲吼，讲这个查甫人吼死亡的时间已经超过六点钟。简单讲，这个查甫坐伫这个超商内底。对啊，超商的服务人员错。啊，超商服务人员当时无用啊，尤其这个是伫老区内底。哦。哦啊，所以这超商咱内底都打广告啦。超商的服务人员刚刚是站专营啊，咧打号都无。对啊，像我无人客来来去去啊，咧都没有发觉着。有啊。简单讲，我认为就是安那。自古以来，人就是安尼啦。你也不是我的朋友啦，你也不是我的亲人啦。就算我看你有一寡吼个人怪怪的，对我也袂插理啦。一般拢无怪怪啦。感情啦，对啊。我歹听，我伫遐咧顾店面，我看迄个人啦，感情伫伊搭唔走，卖讲伊无叮当啊，干那唔走，我就感觉怪怪。啥物人伫遐咧坐啦？感情都皆有意外嘛，都啉烧酒醉，要伫遐叫困，要困意外，无靠啥物人。但是伊这感情啊，这个有诶超商吼，你像我出去吼，人时啊，那叫困走伊超商内底买凉诶单位。伊个有诶坐所在是啊，那柜台根本看未着。无，我看未着。哎，伊坐所在柜台边啊，摊啊，两家一定有啦。无啦，但是有诶是伫后壁外面哩，他个一个所在当坐啊，你了解？啊，小小只独有惊对遐去啦。啊，那无你是根本无可能看会着啊，你了解哈？那报警了后呢，警察来到现场确定啊，这查甫人已经死亡六点钟啊。死亡六点钟了对哈？啊，而且呢，完全无迄个了做生命现象啊！啊，所以这个救护车嘛免载啊！就直接交警方处理。啊，警方呐调出着这个查甫人的这个身份吼，45岁尔啦。打45岁尔了对吼，啊，这姓柯了对吼，啊，这个做警方咧讲讲，即卖咧这个家属啊，已经这个做啥呢？有咧处理啊，家己要处理，但是未使，因为这是算。无公司底下啦，所以这第17号就是明诶，今仔日
特别报车检查官上严啦，来了解讲这个做死亡的原因来就对啦吼。啊，这个消息一个传出来了后呢，有人在讲啊，有一个姓魏的就讲讲，然后我拄闹未去买物件呢，啊，就有看到迄个所在吼，讲有红色线。哦、是去去已经发现到啊，那个幽红歌线，啊，即马听到讲是有人死伫内底吼，讲心里毛毛的，你咧毛啥？啊，你个害死，毛毛的是咧毛啥？我看到你，你不是你不是物件呢？你又不是我已经内底啊？啊，那咧悄悄个电话唔得对毛，对唔对嘛？啊，我这到底什么原因？当然爱看检察官嘿，我本来想讲的是天气上热，啊，未去悄悄影子较强嘛。啊，另外啊，我今日心中发愁。哎，对 对, 對，啊，但是我咧，伊只 AM 八点啊 ，AM 八点，但是伊咪个时间，你两个转到转去话吼，拄啊好中昼的两点，嗯，哦，拄啊透中昼的两点就对啦，吼，啊，遐啥啦，去坐椅啊，两种可能嘛，嗯，一种是单纯要坐椅啊吹冷气，啊吹电话要飘的，嗯，啊，另外一种是伫外口外口站袂。你讲几点入去啊？那一。你咧就做啥咧？迄、那个讲入去几点嘛？有一那电风扇，那叫迄、那个诶，迄、那个监视器啦。诶、欸，电风扇点不然是下暗八点。哎，啊，这两样四六点钟啊，表示讲这八点啊向前三六点钟，无可能是最后去死嘛。当然啦、啊，都爱看两点二的，必须爱咧讲着对啦吼、啊。啊，所以这些是我真奇怪，啊，即马健康要了解。从外国咧讲，真正有可能，真正可能是迄落个啦。心动啊！心动啊！心动，我定也是安怎样啊？就对哈。哎，啊，这个休假的消防队员有较精神啦。伊、嗯、这个主要讲，伊过啊坐头前迄个较沉叮当都无叮当，啊，刀佫无痛的。伊那种经过训练的啊。哎呀，伊咧靠，伊咧靠迄个敏感性。嗯。哦，你一般人话是讲啊，歹听啊，佫坐伫个边啊，嘛唔知影。对啊，根本都报一个迄个拍迄个电动的，嗯，哦，去那个网咖去话拍电动的，拍几里啊？那不是鬼咩鬼去啦？那死话古话边啊？我有人去拍，无人知影我用死啊？对个，啊，这真正奇怪代志吼。好来好啦，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这新会更一边，人家真正是温良的角色的。嗯，对。所以咱呐有个人吼，你呐有受着什么身体检查的政府开的吼，加减猛检查看嘛样啦，吼，好啦，来来。来，今仔日中秋节吼，咱来甲报一个较应景的啦，当然唔是报含肉啦，嗯，含家有关啦，嗯。即咱大家吼，即外办事啦吼、嗯，应该嘛捌听过观察帮即个物件，吼观察帮吼，啊，听你讲讲即个观察帮即个物件，原本伊名是甲合作吼，地瓜帮呢，地瓜，嘿，地英文，伊个观察帮内底有讲咧一寡咧下水嘛，地、哎、瓜嘛吼，原本是吼，伊名是合作地瓜帮啊。嗯啊，结果朋友咧食吼，就是吼、哦，发明这个鸡冠帮的头家的朋友吼、哦，去家吼、哦，高官去家食这物件，啊，看咧吼、哦，小胖乌啊，深深，哦，啊加啊正加咧加鼻息加鼻息吼，啊个细细格格就对啦，同我甲印一句话，嗯，这什么咧鸡冠帮的，这咧看咧，别说想看啥帮的啊，煞无想到安尼，大叫出这个啥，叫出这个地名都出来了。啊，听你讲讲吼，伫咱台南有一间吼真老的老店，迄、那个开机关注，嗯，的老店进观察帮吼，如果若无人接的话啦，嗯，将会失传，即种会失传。这间敢是上个礼拜来？上个礼拜是今天，这下先跟麦去接陪款。我食过一遍。哦，我那光他走，我坐一只。有啊，观察帮最近就回去了。观察帮，咱台南时时真侪经啦。啊，今日啦，啊，我那个，我那光他走，坐我去接，就是伫上个礼拜来。啊，今天你讲讲创主观点啦，可怜，创主点就是这头家伊用伊用使用出来，蛮伊。接来告诉嘛，几代啊？第三代啊，第三代啊，第三代、第三手啊，我用接一代一代用。我记得是准咧食这个做观察帮东西啊，那呢，伊用也是足够的土司啦。对，啊，经过煎过了，变凉，啊，内面淋些鸡汁了。你煎完了从一个乌的细块，一个来来这汤乌出来。嗯，对。啊，我那讲，我那贵女不吃啊？我不吃。啊，到尾我说完的是。因为你那有买一只，就是我买就我。哦哦，我观察帮咧包上来。哦，太破废气。诶，弄一些，那个吐司的加弄过。那不是弄的，那叫香槟都关系啊。哦，啊，都不会，一种皮的，我拢提汤匙啊，咧卡来底下夹夹。哦，我都夹咧。哎，我煎个酥酥。啊，汤我拢没夹。哎呦，我那讲，我这个来配饭而已。哎呀，汤我不要。
他大汉的，家己要去食啊。你讲了这样了，搞不成。就我胖子，我叫了你。哎呀呀，阿伯阿伯，甜甜啊，也是因为胖哦。嗯。先用那个瓜来拆开，温那个汁。嗯，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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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唔对，我讲唔是。伊就关注伊就本身咧，互你。哎呀，用到到一个就讲流出来，贵个都对，咁啦，讲讲是啊。但是以前那系安尼，一片咱家听讲嘛，就系咁啦。来，你讲吼啊，即卖人如果呐是去讲到观察帮呐，真少人会去想到讲非常出名啊，这个台式的白酱。伊内面有一挂酱汁吼，迄个料吼，特别都跟他错啦。啊，但是伊也是白酱汁就对啦。包括是块足高足大块小胖用油落去加煎。啊，这个物件呢，曾经伫台南是代表名厨呢。那讲到台南好食的物件，大家吼想到无一定就是什么大面啦、蚵仔煎啦，有可能想到就是观察帮啦。哦，观察帮吼，啊，这是对1941年创立的一间老店，恰坎吼观察帮。啊，这是为驻台的美军所发明出来的，对啦。被告独当啊呢？哎，当时就是有美军在咱台湾嘛，在咱台南市嘛。嗯。啊，就要求头家讲，哎、欸，啊，你敢变一个吼，较适合阮吼美国人咧食的物件呢？嗯。啊，同我安尼落去开发，落去研究，较有研究出这个观察帮出来啦。但是即卖未来这间店有可能无人到发，无人有法度人去接班啊啦。第二代头家娘吼，即第二代，反正讲唔着讲到第三代吼，第二代头家娘吼，伊个名叫做吼小尤利啦。小尤利伊咧讲呢，讲会做甲未做为止啦。恰含观察帮里底呢，就是伫台南市的康乐市场内底，啊，就是台南人拢以习惯的日语来甲称呼叫做三咖喱巴。三咖喱巴，啊，三咖喱巴，伊日本的意思就是讲吼，人住即个所在啦。人住这个，应该是日本的吧？日语，啊，伊意思就是讲人住这个所在，哦，叫做三加里巴啦，吼。在日本时代，这是日本人管理吼食的业者的一个所在。啊，除了观察帮店内面，还有一个啊，这个招牌菜啦，这个招牌菜就是讲午餐呐。啊，但是虽然伊是写午餐哦，但是伊是规工拢供应拢有当食就对啦。这两道菜。这是第一代的创始人柯六银吼，为驻台的美军所研究开发出来一份快餐，包括吼炸鸡排啦吼，包括吼炸这个黑白啦，包括生菜沙拉啦，搁再吼这个木瓜的造型的白饭，包括吼啊蛋花汤就对啦，这种台式的西餐吼必须要牙刀牙签就对啦，来吃。今年已经有83岁，小尤利伊回忆咧讲啊，讲这个观察帮吼，这是真侪吼，五年级生人都是50几年出的人的做囡仔，诶，食第一道食西餐的体验就对啦。啊，当然得爱考满分教堂的食呢，譬如讲前总统，吼、嗯，陈水扁读小学的时阵呐，读小学的时阵呢，伊一回吼考一百分呐，啊因。因上啊，因老师呢，好弹专工对观点吼，啊，带伊坐公车，伊坐来到台南的萨加里巴、嗯、来吃因的观察班就对了啦。爱东西的淡水边吼，啊，吃完观察班，哦，饿了个大志讲啊，我这个物件才饿起来啦。啊，其实恰看观察班啊，起初呢并无咧卖西餐呢，因为考虑伊曾经吼被日本人带去吼海外啊，诶，战场做过军夫啦。啊，等来到台湾了后，第三个礼拜，伊就开始是卖啥呢？卖鳝鱼意面啦，卖八宝卤饭啦。大概差不多伫1959年，为着吼啊，要抢驻伫即个台湾的美军的生意就对啊啦。伊同啊教伊的军夫的兵啊伴吼，啊做伙研究即、這个啊西餐，才发明即个观察帮出来。啊，观察帮起先内底拢有放鸡肝啦，啊，所以名甲合作啥？合作鸡肝帮啊。考虑伊有一回诶朋友吼，考虑伊的朋友有一回去啊，食讲嗯，啊，这开始鸡肝帮啊，啊，这个型安那看得足新好观察的啊，我甲叫观察帮啊。
啊，无想到因为安尼，当叫叫出名出来安尼啦，并且变成了吼台南这个好食的一项物件的代表。啊，因为当时这个西餐无普遍啊，真侪人误会讲吼三加里巴的意思，三加里巴的这个日语就是。就是观察帮就对了啦吼，就是讲吼、嗯、啊，观察帮就是萨加里巴就对了啦吼，啊，因为当时伫萨加里巴开始卖啊，对啦，也是无唔对。啊，佮有一回传说咧讲吼，讲台南一名正出名的人柯饼丁啊，伊有一个啥，收一个鱼露啦，嗯，就是用露，无算用露，算鱼露啦。啊，这个鱼露啥物人呢？就是寡喜天龙杨丽花啦。啊，这个杨丽花来到台南的时阵呢，柯饼丁带出来来到吼，啊，这个萨加里巴要吃这个干沙饭啊，出来到这，杨丽花伊就讲，哇，萨加里巴足好吃啊，就见面甲头家讲，啊，头家我要一份萨加里巴啊，啊，头家讲靠哟，啊，这个萨加里巴，啊，你一份萨加里巴是要吃啥物件？伊同我比出干沙饭就对了啦，伊讲吼，无啦，这叫做干沙饭啦，啊，杨丽花听听讲，嗯，搞唔吃咩？啊，我当初三加里巴就是这个物件，啊，原来这个物件伊个名叫做观沙帮，三加里巴是一个所在啦。啊，这个柯六一过用去了后，第二代吼，哦，对，第二代，第二代吼，柯中特接班改良啊，八宝卤饭吼，加做这个八宝豆腐羹啦，八宝代表着吼，内面的食材真丰富。现今的店内面，还佫有咧卖这项物件。2011年，柯中特过用去了后。大有点小有力加伊个大汉新妇做伙接管，观察帮伫当出名的时阵吼，内底加这间店内底请偌济人，敢知？请20多名的员工啦、啊哦，啊加吼真济吼老店吼安尼烧香款啦，当暗啊，但是当这个暗迄、那个晚辈吼有更加好的出路了，对啦，就无人来接手来做啊，就对啦啦吼。啊店内面吼啊有真济好食的物件啊。拢对着这个市场，做伙被淘汰掉。小尤利伊咧讲讲，唔知观察帮有法度人做偌久啦。啊，伊咧讲做啥，会做做啥袂做。嗯，其实观察帮这个物件，我是真爱吃吼。嗯嗯嗯。啊，这是安怎样啊？外县市诶，即是我少年家囡仔来到台湾，嘛、来到台南市食物件，无去经历这个物件呢，因为伊无普遍啦。嗯。啊，无甲凸显出来啦。啊，你也无特经有咧。无特经有啦。对。啊，就去迄个沙加里买一箱。有。啊，迄个。民族路，民族路，民族路，我那有啦。贵啊，等于无吃，无吃着。民族路遐呢，当吃的，民族路遐个小个地方。最近古个，最近古呀，最近古呀，我那有啦。啊，华人其实冇因个观察班，冇观察班。啊，但是这是对，应该是对台南家二国，二国啦，对啦吼。啊，但是伊这华人的观察班，伊嘛是叫做观察班，但是。字拢无改，嗯，哦，伊个官是做官的官，哦，哎，啊财财就是钱财财啊，嗯，伊无一日木啦，哎，伊无一日木是钱财财，做官的官钱财财啊个笨，原来相信官木啦，官大班啦，原来相信两个官木啦，其实唔免啦，都观察得个，啊，都大家都麻咧，大家请啊，对啊，有，那个名愈奇怪，就甲你讲愈神奇啦，呢，伊我感觉伊个酱汁吼，调料袂歹些啊，对啊，伊个跟他亲像。五年南湖嘞，五南湖呢？南湖呢？南湖呢？我那是顾不起啊，因为伊无普遍啦。你若讲做普遍的话，咱坐落去食嘛。无啦，无豆油乌啦，无豆油乌啦，无想讲三百几毛，你敢做做得落来去食？你像我，你叫我行袂去三百几万。今嘛钱多我老板是，啊那我冇别去吃啦咧。啊，就是一块搞的，一般咱咧小胖都拢小胖对啊，小胖是啊无，啊伊咧差不多读书啊，伊差不多有三倍小胖的高度嘛。太古啦，唔系几十年去啊，黄车黄石帮。怎么要叫我今日大家要找点一种电话唔敢讲讲？对啊，哦，对啊，用咗嚟给你去啊，对啊。啊，这个物件，我讲大家你话，各大洋翔都出名了。洋翔，有机了，哦，洋翔，有机了，那后头就是观察班。没啦，没啦，伊这工业大家你话是洋翔，啊，洋翔起码有两间啊，一间伫大家你话内底啊，哎，拢是加工的。我讲是阮台南嘛，阮台南有大家你话。哦，啊，另外一间伫开山路啊，我开山路一带。大家你话是日本人开的馆哦。大家你话日本人，伊都日本名啊。啊，大家你话什么意思啊？人住这个所在，哦，人住这个所在，真侪人住底下的所在，上个地方，
较早即嘛是讲三个礼拜，较早我做阵也嘛两点呢。诶，阿兄啊，恁一起来安尼较我近安有去三个礼拜内底还佫有咧做甚物？三个礼拜我毋捌入去啊，全部几档，毋捌入去。全部几档，哎，有一搭差电仪诶。啊，内面好食诶物件佫足侪啦，内面好食诶物件。啊，三个礼拜我无入去，就是一间羊肉档。羊肉档吼，迄个不算十个礼拜，我忘记记一下。大菜市后边个不算十个礼拜。不，大菜市也不是十个，十个礼拜是第一个。中心路呀。第一个叫 U I 街入边。啊，无大菜市的边啊，边啊，迄个菜市叫什么名？都叫大菜市呢嘛吼。大菜市。南多啊，我讲。南多兴，你等下喎 ，U I 街南多兴。南多。过过来来，过来入边，一下入边就掉。哦，对，十个礼拜。嗯，哎，哎个啦，是不是？我讲唔对，我工作赛事，哦，工作赛事，我那几个电话第一屏啊，是M屏起用的对面屏来对住赛事啊。这个比较起来啊，这个观察班外关区的人来台南，真正无啥人去吃嘛，干嘛呢？唔知啊，来了爱问个头家，看生意好啊，歹啊，问看咩，看迄外客啊。这就是爱好外来，少年家囡仔食起来，佮铺地板落去，一个铺一个，你还佮钱。就是观察班这段。台湾差不多大家拢知啦。嗯，啊你这么希望大家嘛知啊，五百种大家嘛知。但是较常咧，有人咧做柯达邦较少。但是柯文哲可能就唔知啦，大家唔知，伊都冇想知。是柯达邦嚟嘅，即柯达邦刚刚想冇通烂配哦。冇特殊嘅，只提供一定爱配上面通哦。冇，你当佢嚟柯达方面。对啊，这个食柯达邦嚟啊。来，那个看这个花莲呐，花莲一对细黄嘅红阿婆。2021年多三当前九月份呐，讲起这个做冰客旅游的时阵，讲起路顶讲着头壳，确实是的。迄路顶是安那讲着头壳的吼。顶讲头壳。哎，阿个加在啦吼，两个人并无讲迄个了做啥，足严重的迄个了做啥伤，啊，但是安那有身体上造成损害啦。啊，譬如讲为了创伤性，啊，就正好滚呐。啊，那这个姓吴的太太吼。伊是听力有受损了，对啦吼，啊，怎向这个管理单位啊诉求这个做国赔安尼？啊，家人的地方法院最近升级认定讲啊，姓黄的这对翁阿婆吼，啊，因的伤势确实是去路顶去甲跌掉所引起的，对吼，所以相关单位确实爱负起责任。判赔偌济呢？赔493万。嗯，两个人赔493万就对啦。喂，受伤较做严重，佮兼性命无去，反正国赔嘛，无赔个。对对，加只就看伊咩啊认定嘛吼。我华林馆只物价有钱个哦。明仔，阿正啊，阿婆伊是咧讲当时啊，2021年九月十五号啊，因伫咧即个做静安吊桥诶南山端呀，迄个就做入口处啊。啊，这吊桥的顶面的路顶，我突然间落来安尼啦，应该是挂啦吼，可能是挂，可能几回掉嘛，啊，那真正掉，不是规矩喊落来，规矩喊落来，我看这阿妹咁样样啦，吼，啊，这个这山呢，这原本伊是要求赔偿是724万啦，哦，要求赔724万就对啦，吼，因为阿边的状况拢爱福建嘛，拢爱山会种种的，对，啊，但是法官是咧讲。讲赔应该赔，但是唔免赔到700万啦吼。这法官我那真够抬价，这真正有影吼。啊，赔这条做啥呢？647万安尼赔。啊，伊状况是不是即马是变干啦？啊，状况即马就是因某的听觉受损啦，弄掉的这个。哎，对对对，听觉已经受损了。我认你啦。哎，去花莲去。花莲，花莲去，几乎都。这听觉受损，搞了我。这听觉受损，这边哪去验嘛？啊，咱哪去医生甲咱开用迄个啥物迄个医生证明的时候，医生那里问讲，啊你听无？我拢听无呢。是啊。啊，我该问一句话，你拢听无？真正我听无。啊，因翁甲因某拢总有脑震荡啊！哦，讲着，你物件卡着头，拢有脑震荡。对，啊，了因翁有一个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啊！哦，这就听无啊！好咧，哎呀，啊，再0800-0500-0500哈。青山公司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金光哥、水哥都等下来。来，听众朋友，咱如果那是讲长期啊，拢食外口面，还是吼比较较爱食重咸、重油的食物的人。咱家己的身体都爱比较较注意哦，尤其是咱的心脑血管的健康一定爱重视，爱保养。
而且呢，啊，咱要为咱介绍吼一味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的喜乐清，给咱大家。喜乐清呢，伊是一味专门保护咱的心脑血管的产品。加拿大尾巴药厂啊，所来制作的喜乐清，咱即马有新配方，给咱的保护，给咱的保护心脑血管的功能，搁再升级。当然，这个新配方内底有增加两味啦，啊，这其中一味呢，就是吼柑橘、黄酮，另外一味就是大蒜精，咱咧讲讲蒜头啦吼，蒜头所提炼出来的这个精啊，一个有原本的有的鱼油、磷虾油，一个有甘蔗辣的萃取物、维生素 E、大豆油。啊，当然这几项，咱吼啊，做一个简单，甲咱听众朋友来做介绍吼。伊内底最主要对咱的帮助有啥物呢？咱首先甲咱介绍，就是讲啊，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制作的喜乐清新配方的其中一项，就是柑橘黄酮。柑橘黄酮这个物件呢，伊当然就是抗氧化的作用，伊买当保护咱心脏健康的好处，会当提高咱好的胆固醇啊，降低歹的胆固醇，买当降低三酸甘油脂吼。这是吼新配方的其中一项，另外其中第二项新配方，这是吼蒜头精、大蒜精啊。咱这个蒜头精呢，伊原来有抗氧化、抗发炎的作用，买当片面的血管呢受到自由基氧化的伤害啦吼，也当啊来预防吼血管要塌掉的形成，包括预防血管去塌掉的，另外买当预防啊咱的血管壁的疾病。这是吼、哦、咱的新配方，啊，其他呢，就是原本的有的配方呢，其中一味就是鱼油，咱的鱼油是西班牙哥伦多的鱼油，来自环保上较严格的国家加拿大，纯净零污染高纯度无毒的检验啦，是吼、哦、咱心血管上好保护上好的物件。也当维持着咱的血管的健康，降低三酸甘油脂，来减少着心血管吼疾病的因素增加。另外，就是磷虾油，这个磷虾油吼，咱是利用吼低温呐啊萃取专业的技术所来萃取出来。咱吼这个磷虾油，伊买当降低咱歹的胆固醇，提升着咱好的胆固醇。包括降低这个三酸甘油脂对啊，改善咱血管壁的细胞啦吼，当然有效降低血管的心血管的风险，买当改善咱整体的心脏的健康。好，以上吼这咱简单报告。啊，另外个有呢，就是甘蔗辣的萃取物。这个甘蔗辣的萃取物呢，伊本来就有效会当降低歹胆固醇，当然伊买当增加好胆固醇呢。同时间也当降低血压，买当降低血糖啊。另外就是维生素 E， 听众朋友，维生素 E 最爱注意哦。咱吃着维生素 E， 真侪是拢啥合成的。但是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喜乐清，咱的维生素 E 吼是纯天然，用小麦啊去甲制作出来，唔是合成的。维生素 E 也当减少对积吼啊累积伫咱肝脏内底的异能，保护肝脏的黏膜，会当预防肝癌的可能发生啊。维生素 E 呢，伊嘛是一种吼啊，会当吼改善咱吼啊这个静脉曲张，对着急性症啦、心肌梗塞啦，包括脑中风，拢有做过临床的实验过啊。维生素 E 呢，更加是对咱的妇女朋友更加重要。咱的妇女朋友这段你个真足听一下吼，咱若更年期到呢，荷尔蒙降低会来致使着一路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调啦，啊当然就出现咱的疲劳啦、夜懒啦，安尼吼会发热啦、发烧啦、变性肝啦，安尼心肝头安尼皮破菜啦、头壳晕、头壳戆啦、失眠啦，吼、哦、失眠吼、哦，啊咱维生素 E 一个我都能发挥吼调整的功能。功效，和咱卡尾的这个末梢神经的血管会当扩张，和伊老头会当顺舒，促进咱血液的循环，降低咱更年期的困扰。另外，维生素 E 也当防止着吼，咱老人斑的出现，会和咱的皮肤会白，
更生金骨的对啦啦吼。当然有一挂朋友有可能伊会认为讲吼，啊，这个心脑血管吼，啊，这个血管啊、血液的问题，可能是针对吼心脑血管出问题呢呢吼。听众朋友唔是安尼吼，当然大家知影吼，你若血液流透未顺舒，血管壁一塌掉，一憋开，那伫头壳就中风嘛。啊，无那塌伫心脏，咱就讲心肌梗塞，唔定这两项呢。血液流透未顺舒，血管壁无够健康，原来造成着咱的腰肌出问题，就是心衰竭、腰肌衰竭，包括咱的脚的末梢神经，血液若去塌掉的，原来会神经病一变，和咱走路产生了绊卡，走路会不方便咯。另外，肝脏嘛是，肝脏你若吼啊去伤着肝脏这个部分，有可能会脂肪肝，还是肝炎，包括目睭。咱目睭底内底有足侪迄个微细管，有足细条血管，咱的血液若不够健康，脑头若不够顺舒，目睭就可能对白害咯。听众朋友，咱血管壁如果若出问题，唔是干那头壳甲心脏呢，包括腰子、脚、肝脏、目睭，拢会对出问题。啊，这以上是咱加拿大吼，每摆药厂制作新配方的喜乐清，咱的原料。纯净零污染制作的新配方喜乐清，中国民付费计费专线电话：0800-0500-668，0800-0500-668，感谢。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缴费专线啊，0800-0500-668哈，电话一在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用的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来。下边时间啊，有缘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吼，听众朋友开讲破刀啦。啊，这中秋节的时间呢，大家就放较轻松的吼。啊，这个看要讲啥拢无要紧，啊，会去电话卡通，这个哪里有个金无无声去安尼啦，吼。啊，恁中秋节遐恁各地方有啥物款较无同的风俗啊，是啥物会吼？我先提起来讲吼。来，2699-5656。带他们等会我把他们老人没卡打空掉哦，来感谢下来。嗯，哎你好，哎呦，中国哎，大家大家中秋快乐，哎，中秋快乐，恭喜哈，来，我多等啊，我这些酒店哦，连续就要挂人拍片嘛，啊，嗯，啊嘛，这些企业技术呢，就得讲，嗯，啊，这个需要啊，哦，啊，这物价。真多唔知啊，熟掉啊！大家嘛讲，啊，啲钱只计啊，啊个啊，安尼银幕啊个底下，啲三安尼三公四老贵哦。哦，啊来，我来讲讲哦，偌钱只做总统，娶几个也比总统有，应该无几个嘛。嗯。哦，啊我听来讲，这里黄国昌讲，这个小丑抓风哦。总结总统未算啊！尽管也一挂遐好嘅人对唔，咩一转啊！啊，做总统府即话经济较差几下滴，哦，啊，就是今仔日等因妈妈出山嘛，我看总统伊个点，哦，点迄落，迄落在总统府伊个，几个点秒啦？两三千，我唔知因兄弟姊妹几多人啊？嗯，哦，工人千几人呢？嗯，工部长我拢照顾。我呢，我做咩搞咧？感恩呐，我单做毛皮啊。嗯，然后高雄家七八日会拢去啊。哦，我就是讲哦，冇安尼做啊，个国民党个配合你，我听讲哦，国民党啊配合你，稳死个啊。嗯，因为你二控二要要算嘛。嗯。爱二控二六，伊可能我看全部几只嘛。嗯。哦，啊，二个韩国枪跟五黄教书是咧拼四张嘛。嗯。伊唔是要拼两张，要拼四张啦。嗯。啊，柯中情做做念头啦。嗯。柯中情，我系去啲敢排二排地
第七八呢？第十六位啦。第八哦。第十六啦。哦，第十六。嗯。那阿姨八十落来就会掉啊。哎呀、啊，对啊，哎、啊，在那下迄个两档呢，在那下安怎？哦，啊，你也爱也输啊，不好啦。嗯。我来直接讲哦，这好嘅人，哎、欸，我咧听，讲啊，你听这才最旺。台湾人俱乐部，因为我三点到了，因我那教伊哦，伊讲台下来啊。嗯。拢听恁的节目，这怎啊好？讲讲哦，哎，因拢会站边啊，因大家拢熟悉声嘛。嗯。啊，我是较错，我讲。啊，太解散啦！啊，这就无录音讲，也无录音动呀。嗯，哦，啊，是，怕跌打凉啊。好，感谢你，好啦，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再多，哎，对，哎，中秋节快乐啊！开心，嗯，好。啊，咱头家咧讲迄个沙加里巴吼，沙加里巴，沙加里巴上兴旺的时阵吼，就是大概伫咧民国69年，一直加民国头八十。三年当中就开始咧学迄个海岸路拓宽迄个时阵开始忙碌啦。哦。啊，海当中上楼咧的时阵吼，你唔知影其实咧，遐菜市啊来后人咧卖衫啦、卖布啦，吼，啊卖服饰啦，啊卖一挂迄个，像人迄个，人啊迄个啥，较有迄囡仔咧穿。小舞台迄个衫，人也拢有咧做啦。嗯，有啊，迄个后厝做地鞋啊啦。嗯哦啊，上重要上闹热的，拄啊伫迄两间炒地肉遐啦。嗯。拄啊我迄个我海岸路边迄张船也袂遐大条，迄张船也有两家炒地肉，啊有咧放点淡仔秘鲁啦。哦，厉害你们。哦，恁唔知有印象无？我张船六家一波时啊。三十四点好哦，规个菜市啊，就去拢去在遐上闹热的啦。啊，以前还佫有姜皮蛇啦，姜皮蛇。哦，姜皮蛇对，姜皮蛇啦。哦，啊，迄个蚵仔煎，咱蚵仔煎会切啦。嗯。蚵仔煎煎的会切，而且煎蚵仔煎嫩嫩迄款的啦。哦。你当阵迄搭蚵仔煎嘛就出名。是。哦，啊，神鱼面以前讲上好食是伫迄个民族路迄个啊，迄个含。含阿公阿姨买隔壁遐有一担神鱼面的，迄真改讲迄个啥阿边也有家落边来啊。哦，哎，啊，即马因老卡玩那像玩那个神鱼面，阿唔过因唔是正，唔是因传落来啊，是当因家迄个店面做好人的。嗯，然后迄当阵食神鱼面，拢买用起来的。哦，迄当真了够老了嘞。好，啊，那要请人客哦，就爱去养城啦。哦，你就来，谢，来，你好，阿金小林教授，哎，刚那个棺材板路哦，棺材板，我觉得没有很好吃哎。哦，你叫台北，你吃豆芽，你吃台北的，台南的，我因为我老公是台南人啊，哦，我去台南买回来吃，我感觉，嗯，啊，你不会搞面等，你说面等你吃，对，他那个料没有很好吃啊，哦，那个不不啊，你自己买来吃啊，啊，我回来台北这边哦，嗯，台北我也买，也有人在做，啊，它里面是弄玉米浓汤，加火腿，哦，啊，吃了嘛是普普啊，没有什么特色啊，哎呦，哎，我刚刚就是用一个那个吐司，然后包着豆花一些东西加进去，那到底蛮要走啊。嗯，啊，我跟我老婆现在特色啊。是啊，蛮几代人都出名嘞。哎，江马哥，我要讲说，我们在讲的那两个很爱台的那个，就那两个哈，进去民众党哈，据说啦，有听说啦，说是我们伟大的阿扁总统推荐的。其中是人的，其中是人，一个啦。听你讲啊，哎，入围了，入围了。阿扁总统不知道柯文哲的为人吗？嗯，阿的也提振一个啦。阿我是刚刚讲，我心目中的陈水扁总统，我还是很尊敬你。虽然你有什么海角七亿，可是我觉得你不应该还有世人不明的时候啊。嗯，你比我们更清楚啊，你看的格局比我们更大啊。嗯。啊，所以我刚刚哦，这种人你还在替他说讲话怎么样哦？嗯，
我是觉得对我们这些支持者来讲真的很伤啦，嗯，非常伤啦，那他中的几位所以、哦、不要说虽然你已经卸任了，嗯，我们心目中还认为你是台湾的第一任平民总统，嗯，哦，还是很辛苦啦、嗯、你的辛苦我们还是认同啦，嗯，可是我们希望说你真的要做什么事的话还是以台湾为主，以台湾民众为主，台湾的这些主人为主。嗯。哦，毛公为着一点那个啦，我还是希望你是我们很好很好的前总统啦。是是。哦、嗯、啊，我看到我听到这个，我觉得我不太舒服。嗯嗯嗯嗯嗯。干不消，谢谢来六六。来六六。哎，六六。喂。哎。哎，三位啊，三位好。哎，六六六六。我住花莲，我姓卢啊。哦，花莲哦，花莲我有关山东呢。谢谢。花莲我有有呢。哎呀，我逐工拢听三点到五分听你们节目哦。啊，花莲你花莲啊，你唔听轻松？哎呀，网路我收好多啦。哦，你听网路的啊。哎呀，要甲你冒，安喏，恁那头三点钟放头条自己的时阵吼，会当那个台语的名吼，给讲一下啦。哦，徐少公杰台语。讲台湾的啦。徐少公杰台语名就对啦吼。哎、嗯、啦，台语你就今仔讲课啊，你安尼我就讲这条话就够。哦，是，了解了解。啊，我后边我也是办了节目，我就偷我点几条课啊，你。好嘞，哦，是。哎呀，哦，阿真麻烦你啦。没有。我用十公斤啊！啊，感谢你嘞，嘿，谢谢哦，好，感谢，感谢，好，来，你好，你好，谢谢，来，你好，朋友，喂，嗨，老板哥，嗨，喂，啊，生有灵，大家要拉就是大家快乐，好、哦，快乐哈，啊，中国用钱大家快乐哈，啊，你今天去地道位所在考，啥无讲哦？我，哎呀，啊，我拜了哦，拜了，我老温好生好，大家拢得来，哦，烤肉烤我大家讲话一样嘞，是啊，对不对？呀，我讲哦，咱实话讲哦，那从另外讲。八十七年就对了，这红书就搞讲啊，恁台湾人要跟中国做主，今仔日哩，你看那多啊，那这红书哩可以话，大家烤肉，大家笑眯眯，啊，这老热，今仔日是台湾民进党哩执政，有这变经济，今仔台湾叫这个下邦有这经济，你看阿杰啊，你看嘞，阿杰啊，这好人生，你看嘞，啊，恁无钱我刷哩，无退休金我刷哩哦，这真个无头。所以台湾人哦，台湾人哦，啊，报销了，啊，报销了，像民进党这种啊，继续嘞，啊，报销，那支持民进党，是，哦，就那个照顾你，过了那个，你要这样落去啊，那个臭皮皮的话嘞，是不？你好啊，这熟悉的啊，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嘿。喂，你好，哎，你好，哎，三哥你好，不是国华街吗？三哥你不是国华街是大菜市。有人我唔知，伫延平营对面遐咧。延平营啊，啊，但是大概是有。萨格里瓦是伫个海岸，伊个。有刷来到种个。国华街吧，国华营后边吧。好啦，大菜市诶后边面多好国华街啊啦，咁是，怎啊个？好啦，有种种落去以外街啊。萨格里瓦伫遐，伫国华街啊吧。国华街，萨格里瓦伫伊个伫倒位咧，南都戏院，你知嘛？国华街啊，个阿伯多啊，生其实拢第一口咧啊，尔啦，差不多拢第一口咧啊，尔啦。哎呀，你别差得有诶人。嗯。对啊，应该是伫国华街个地方，是伫海岸路吧？无啦，无算海岸路啦，遐里当是海岸路。应该是国华街啊。对，两路阿家迄个就做啥？中正路，中正路迄个搭阿遐来对。意外街啊，做在意外街遐个啊。对，应该是那个。对啦，好咧，你讲国华街啊，然后我较来啊个考察一个景点，足够无面啊，好食啦，好讲者。对啊，好，感谢，好，谢谢，来伊个你。大家吃方便哦，嘿。阿兄啊。来，辛苦你啊！嘿，你好，你三个，大哥，是你啊，大哥。你今日讲那个萨加里巴有无哈？嗯，那萨加里巴那就是盛开，萨加里就是盛开啦，花正在开就对了。哦，那那种萨加里就是花正在开。哦，所以安尼就是开始那个了解。感谢，阿兰哥，感谢啊！阿兰姐的这进阶的工作，阿兰明这个等来哈。大家都是有跟咱听众朋友报讲吼啊，比咱台湾附近有一挂这个所谓风台吼，就是葡萄山，包括吼苏力。嗯。
这种已经陆陆续续已经吼啊生成啊。只不过吼，啊，一个是伫南部，啊，一个是伫北部，啊，虽然对风啦、啊、吼，对咱台湾无讲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对咱台湾这个带来了雨啦、雨势，听你讲讲影响你到底我哪四五天五六天的吼，我还注意哦，哎呀，热天较凉，卖造成灾情拢好啦，嗯，就这样讲啊，天公啊，就是咱咧做的，我懂哈。来来来，今天把感谢咱永续系统的收听台湾人俱乐部，啊，讲到参加这个吼，真侪啦，咱永续系统拢会怀念这个啦，啊，你问话呢，大家林刚哥哥来讲，今天感谢咱永续系统的收听，谢谢，咱空中再会，好，拜拜，再会。